凭韩剧《继承者们》秒杀无数亚洲影迷的韩星李敏镐身价倍涨，不过代言却是一点没受影响。近日，李敏镐欧巴特意抵港拍摄某按摩椅广告，自曝小秘密。원래여성분들이핑크색타일을입는걸굉장히개인적으로네좋아하는편이어서하고그리고또여성적인러블리한매력을살릴수있는것같아서여성분들한테는핑크색을추천드리고싶고요그리고또블랙이라는컬러를워낙에좋아해서어디다놔도잘어울릴수있고그리고세련미가넘치는색깔인것같아요그래서핑크와블랙이있습니다虽然是所有女生心目中的完美情人，不过男神配女神才是王道。不知道李敏镐心中的女神是什么样的呢？일단은같이있을때편한사람편한사람이었으면좋겠고아무래도일이바쁘다보니까여자친구한테많은것들을조금신경을못써주는부분이있을수도있는데그런부분도잘이해해주고그리고자기자신을내적으로나외적으로나잘가꿀수있는사람이에요除了代言费直线上升外，李敏镐的工作量也是暴涨。工作如此繁忙，不知道欧巴休息时都会做些什么呢？집에많이있는편이고요그게아니고는이제주변의지인들이나친구들이랑간단하게밥을먹고이렇게보내는것같아요굉장히일상적으로보내는것같아요요새좀못쓴지오래돼서土豆娱乐香港报道。